挫折不断，韩庚终于再度出发喽。从小专攻民俗舞蹈的他，在以往的团体中就以精湛的舞技见长，现在单飞出专辑，更将挑战更多元的舞蹈。我们今天来到竹歌会社，即将展开浑身解数，奋力一跳喽。羊群刚立的标志，人造像不变焦点，机械的关节传递燃烧的热点，爆发的强电流，青春的快节奏，跟着利落出手，孤单忙的风头，准备好，世界都在感受，那呼喊为你我一起加油，我看见你们就挥动的手，我举着拳头。三四代莫打挂来呢、哦，一个人来跟咱台湾唱歌，赚钱才辛苦，我咧就唔甘咧，你知无？你好辛苦哦。哎呀，我咧食米粉，你话什么笑啊？好辛苦哦，很热哦。哪里有流汗？你什么位？韩庚。伊含惊啊！我含米粉差。人是韩国的韩，哎，真正是游戏机的机嘞。啊，你主要是钱也未扣到面。啊？你还未扣到钱啊？哎呀，你简单呢，我唔捌看这外国来的款呢。嘿，我嘛也唔知虾米人，我顶你讲韩庚，我即马想到，嘿，飞机都一个来，一个落来，讲虾米买入票，爱贴票，爱贴2800才会当看到伊哦。对啊，哦，哎、欸，来头不小哎、欸，他是亚洲地区，开玩笑，没有一个人不认识他的。我说这么半天，这语句我听懂了。要不过哦，因为。他的过去哈，因为有一点点官司的问题啦，所以想他出多，咱就拍摄讲安尼啦。有官司哦？对啊。啊是税金的命。官司，柯以航最近那点。无啦，那、是柯以航和咪无关的啦。啊，无那你来讲个做什么官司？他就是有一点点官司问题，所以就不用讲啊。哦。对啊。哦，不可以讲啊。对啊。不可以讲就不要讲啦、为什么要讲呢？不是啊，像你看钱啊，我嘛是不可以讲，嘛是都讲啊。天红哈、哦。一起对起过夜，动作我笑了呗。你要不要跟朱大哥自我介绍一下？哦，好嘞。你要介绍给我，你也喘大气。没有没有，我终于听懂我能听懂的。哦哦，你好，我是韩庚，是来自。你说你是什么？韩庚。哦，韩庚。对，来自黑龙江。黑龙江。东北。对。
东北。哦啊，我在西北啊。西北。我好听嘞。西北，哪怕就对面西北华龙，我系他们的第一经理。你不要东东一东，你是西北。西北。西北啦，西北，你不要动动地下。我一句话拢无讲哦。啊，无讲得，我穿这个型的呢。你好，你好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我大陆也很多朋友。哦，是吗？很多，我出国深造就去找他了。你知不知道我们台湾的诸葛亮诸大哥？听工作人员说过，很厉害。很厉害。对对对。哪里厉害？赌博很厉害。你真是赌光输光为国争光哎！你按个台钓去台龙仔呢？你好厉害哦！你是真的还是假的？那我只是听说而已，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。那你就认识他了哈？认识啊！那我没有看过哦，歌唱完拿纸给你。对呀、啊，你看现在又在流汗，哎呦！奇怪，我怎么上去你们都会叫、啊？不得了、哦、你看台湾的观众对你这样。嗯，台湾歌迷很好。台湾什么迷文很好？歌迷很好。歌迷很好。对啊。嗯。这很让我幸福的一件事情。哦，对对对 对, 对、啊。被包围的感觉真的很好。那你要记住、嗯、对不对、嗯、对啊。哦，这一些观众有很多还没有办法进来看你。嗯。那你要有一个机会让他们高兴一下。对。哦、嗯。这孔锵一起。没别的外面啊，对，这是我送给哦我的新专辑，很帅啊，哎，老唱歌演导啊，舞歌跳就好哎。对对对，我刚才看你那个跳舞有一套啊、哦。对啊，不晓得有没有机会可以。要不要看？要来，姐姐，啊、我给你拿东西。我开玩笑的。不要说开玩笑，你看到英俊的，你这个毛病就都来了。我了解，姐姐，我帮你拿东西。老师，来点音乐。不错。回军伸出魔爪，韩庚究竟该如何是好呢？秀场经典歌中剧《万紫成龙》来喽！我希望做顿来你说，是查甫的，啊那查某的，规定拢搬出来。细个细个有人变面，我母仔惊要让赶出去啊！我恁来教我啦。老爷的一句话，全场陷入愁云惨雾。迫不得已的冠词举动，又会引发怎样的连锁反应呢？精彩内容即将登场，请老师来点音乐。不错。你是学舞蹈的？好，这边舞蹈，他是我们台湾国立艺专舞蹈科毕业的，对不对？他没有没有，他不是这样跳而已，他还会从楼上跳下来。出卖主跳，你给我更帅！关公面前耍大刀，没有没有，那你就这样嘛，让大家高兴一下，对不对？我要再来一个，随便来一段。好，那我以前的专业是跳民族舞的。真的吗？对啊，民族舞啊，民族舞有好几种啊。哎，你这他们民族舞，你这做成花一般的赢了。没有，这个真的吗？哦，蒙族的，好好，蒙古族。
啊，那也跳了哈、哦。那我也跳一个蒙古族的筷子舞。好，好，来，好好好我给你拿麦克风来。你很厉害呢，你跳舞跳到结束我不知道呢，这就是厉害的地方，最后那个爆点是砰，你搞不清楚他的点在哪。那你为什么不跳来我们面前来跪？你为什么跳到那个呢？你是有穿什么裤子给他看到是吧？哦，这是你的人呢，你看都买你的唱片呢。啊，我的歌迷。哦，不简单哦，不简单。筷子舞就是要那种。狂野放荡不羁那种感觉，什么样让荡不羁？就是在那种好像是那种大草原里面，你能感受到那种豪放那种感觉。哦，啊，女孩子跳就不一样。嗯。说明我两个音调你搞到差很多，刚刚弄得好像小朋友在跳的。他服我、啊，奇怪我怎么脚又软了啊？手也软了。朱大哥，朱大哥，你不要管他，这个女人就看到你帅，他的毛病就来。他在这里永远不会对我这样。喂，你刚才那个动作已经被他摸了好几个地方了。我在破北踹吧。不要来这一套了。你看你来到台湾了，一下台湾就有这一种成绩，不简单啊，所以你要记住这一回哦，以后我看你成功啊。好，谢谢。啊，你的因为关系也太急啊。嗯。哦，你关叔的事啊。我们也没有把你破坏掉，我破坏卖公仪什么毁什么毁，卖个公婆了。对啊，我就知道啊，说有一个男人，就是在那个什么黑龙江哟，嗯，黑龙江啊，然后什么去那个地方啊，要戴那个面具才可以跳舞。那你今天大方可以放出来，才知道说韩根多漂亮，祝福你。好，好，谢谢你，祝你在演艺事业很成功。好，谢谢主持人。好，谢谢大家。秀场经典歌中剧《万紫成龙》来喽！大老板诸葛亮饰演，老板娘许秀年饰演，大少爷江俊翰饰演，子期高群饰演。侯一军饰演，英文老师苏燕佩饰演。谁的？谁？少爷，你今麦有新呢？我知，啊，人讲，哎，无有新的人爱运动较好些啦。袂使啦，会当胎气啦。会安怎啦？会当着胎气，好安尼哟。妈妈会注意啦，放心吼。喂，快走，快走，头家得来拜拜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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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咧笑，恁老爸啦，边出门边入门，吼，恁这阵十几妹徛咧，恁爸拢都熟到。好佳哉，即摆恁爸只双鞋也不得教的。查囝友好，安尼甲你问好啊，你也生气？友好都拢查某的，恁爸讨厌啦。查某嘛是查囝，啊嘛是咱家己生。查囝拢嫁出去无效啦，起码我要出国。